哇，对，少一只，少一只，少一只，只有三只。但我们是圣诞节，没错。今天非常开心，可以来，就是在第四季开播之前可以办一个首映会。对，相信大家已经有大概经过了一年半，没有大家一起喊“大家好，我们是 Circus” 了。哎，而且这次啊，我真的非常的期待我们热血巴士的播出，因为其实这一季的那个内容是我们 Circus 有史以来觉得拍 Circus Action 最得意、最满意的 一次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甚至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看到完成袋子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预感，说 Circus 之后再也做不出比第四季更好看的。我以为是另外一种预感，什么预感？我以为播出之后，飞轮海即将成为历史。哦欸、真的，我发现开始有灯牌了，有没有？很爽的。可是为什么我的灯牌只有一个？现在目前是小马领先哦。哎、欸，不错，我的灯牌有两个。